中国我所采取方归国神州，楼地与楼地举，人民与人民领袖，这是不对称的战斗，就像羊与牧羊犬，鱼与渔网。通常情况下，楼地只能听从楼地举的鱼使，人民只能把领袖称颂。这是一个堕落邪恶的时代，或者说魔鬼从未时空离开，凶手和判官都是他们的人，法庭与监狱都是他们开设。如何证明自己遭遇不公，眼泪与哀嚎，不能把万事一手干化，除了撒谎就是掩盖。中国人在历史中扮演的不是可怜就是活该的角色，无需教取深渊。上帝把世界交给恶魔，楼地举与人民领袖只是代办，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，又称谈何作案。根基已经崩溃了，好人一时又如何力挽狂澜？这个残暴又卑贱的众筹早已被冰冻所难，最后的审判不在天上，而在地上的每一天。管理三年，无声无息，即便去生不如死的状态。看满街白衣白袍，惊魂一片，仿佛置身神州鬼谷，岂是天堂？不过这般。